别人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做事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好，最后更重要，今天我们要当老板，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收入，我们希望做想做的事情，那你希望在这样的创业领域当中，你想在什么样的领域成为什么样的人。好，相信在座伙伴都已经写完了，没有写完没关系，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好，接下来大仁哥就要帮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职涯必胜的黄金方程式。首先就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一张名片里面，它就隐含了所谓的黄金方程式。有哪些黄金方程式呢？第一就是我们的专业领域，第一它就是我们的武器，知己知彼，我有哪些擅长的武器，就是你的专业能力，你能够提供的服务，你能够提供让人家觉得品质很好的服务或者是技术，那是什么。再来人格，这个我们在圆梦十二里咨询里面，陈雄华 Robin 老师曾经有提醒过我们，工具不需多，但是要精。在座很多伙伴尤其是男性跟我一样啦，大学时候我们常常骑摩托车啊，摩托车坏掉怎么办，我们就会拖去下摩托车行，然后问那个经验老道的老道的阿伯，对，说摩托车坏掉怎么发动的时候过程当中好像有怪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神奇的是，他拿过来钥匙电源打开，引擎砰啊，火星塞有问题啦。我会想说，哎，你怎么知道？听就知道啦，因为他修的摩托车太多了，技术太纯熟了，所以连一个声音的改变他都可以知道是哪个部位有问题。所以最后他就跟你讲，修这样2000元，你不给都不行，对不对？所以技术不用太多，三个就好，最多三个就好，然后要精专精。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在校园演讲的过程当中，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老师，我大学四年我都不晓得我会的是什么。老师说这样有一点可惜，因为大学四年如果你觉得我学不到东西，或者是你在学习的历程当中你不觉得我有学到什么专业能力，相同的时间其他的伙伴都已经有学到他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同样的时间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专业能力很重要。好，第二就是我们讲的人格特质，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要达到目标你需要的人格特质。比如说刚刚有很多伙伴很积极很主动很热情很好，如果他想要成为业务人员，我们都知道业务人员就是要不怕被拒绝，要主动要积极要诚恳，所以他如果你的写的特质里面刚好就有符合这样的特质，恭喜你，你就有城市的要件，就是你适合做业务人员这样的能力。好，再来，各位可知道这个图案是什么图案吗？在游乐场里面或者童话故事，哦，有一个时，对，很好，这是时钟剑。时钟剑它是一个童话故事，哦，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哦，曾经有一个国家，哦，就是说这边石头里面有一把剑，然后皇宫里面就来跟大家很多村民宣誓说，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把这把剑从石头里拔出来，那他就可以成为下一代的国王。然后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小男生，他不明就里就跑到那个地方去玩耍，后来就他看起很神奇的那把剑是什么，很多的勇士很多的大力士怎么拔也拔不起来，这位小男孩轻轻一松松一拿，整支剑就拔出来了，于是他就成为这个童话故事王国的未来的国王。你知道他用什么要件，童话故事是怎么说，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可以拿起来呢？因为有一个智者曾经这样说，唯有心地纯洁诚实的人才能够把这把利剑从巨石里面拔出来，然后这个人就要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君王，这个叫做特质。看到这里大家伙伴有点偷笑，是没有错，你不觉得现在要成就一个企业主心地纯洁跟诚实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对不对？是的。所以最后一个，这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理想抱负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在座伙伴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如果在座伙伴你在跟随大仁哥在讲这张名片的过程当中，您我讲到什么你就很快的能够写完，恭喜你，你在你的职涯伟大航道上面已经开始前进。如果你说大仁哥，我在这写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我的专业能力是什么，我不晓得我人的特质在哪里，我更不晓得我未来创业要走向哪里，没有关系，我们圆梦十二力里面赖恒毅教练有个提问力里面，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他里面的影片，
它说明，它会引导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我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想做成什么样的人。那我很欣赏一位王一郎老师，他也是我们圆梦十二里的一位老师，他曾经在私底下讲过一句话，能不能成功可能操之在他人，但是想不想成功这件事情操之在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理想抱负有可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你会被人家泼冷水啊，那柯林你长这样怎么可能当 model， 我们常常会被这样的冷水泼到，但是那是我们的梦想，我们都知道梦想不能够被取笑，只是在那个情况下大家会觉得你怎么可能会做到这样。我们知道自己有这样专业能力，我们这样的那个特质，但是我们常常被人家泼冷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所谓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在看招牌这件事情一样，各位你觉得招牌凌乱，可是你非打一通电话的时候，为什么在座所有的伙伴包含线上的伙伴，你选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你的喜好。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比如说餐厅很多，但是我就选这一家，于是这一家因为你的光顾，它的营业额增加了。没被光顾的人，他没有办法强迫你的顾客选哪一家。但是问题来了，你因为别人这样不选你，你就放弃你的创业吗？你就否定自己的能力吗？当然不是。想不想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理想跟抱负，它是我们的梦想，你有多想成功，你多想成为你曾经梦想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王一郎老师他在私底下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动作，在此借用他的一下，他曾经说，当我们人生呈现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右手掌，拍拍我们的大腿，然后讲了一句好极了 yes 很好。在顺境中我们要告诉自己好棒，在逆境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很挫折，我们觉得这世界很灰暗，但是他还是一样举起他的右手，用力拍着他的右一大腿，讲了一句太棒了，我正在成长。这个动作只是在提醒自己，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坚持。来，我会邀请在座所有创业的伙伴举起你的右手，轻轻拍你的大腿，讲当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好极了 yes, yes 很棒。但是当我们受到逆境挫折的时候，同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拍拍我们大腿，大家喊一声太棒了，我正在成长，很好。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告诉自己我们要坚持到底，我的梦想才有成就的可能。好，接下来这个方程式是这样子，当我刚刚讲，当你有具备专业能力，你有很好的人格特质，而且你的理想抱负三者连在一起，它都有正相关的时候，它就会呈现我说了你的伟大航道正在前进。那在座伙伴有一狐疑的眼神，那老师学习历程这件事情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学习这件事情很有趣，我刚讲通常你在连这个方程式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原来我的能力不足，所以我必须要学习，我的人格特质不够刚硬，我的人格特质不够柔软，我的人格特质不够纤细，所以我要学习，我的目标不够明确，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去学习。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永远为了需要而学习，而不是赶流行去学习。学习永远是为了自己学习，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期望而学习。好，学习永远是为了未来而学习，而不是眼前短暂的学习。所以当你缺什么，我们 Robin 老师再度的强调，知识就是要知道，而且要去知道去哪里找到。好，就像现在一样，你会发现大人哥很多的讲稿里面都会引用他人的，借用他人没有关系，告知就好，然后会充实我们的生命。所以学习就是补足你的不足，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发光。好，这是这还是重点。当然接下来我们来讲知彼这件事情，曾经在简报里林志荣老师也有讲到钓鱼这件事情，我非常喜欢，因此跟他借来引用一下。再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钓鱼这件事情，我们在鱼钩上面会装上钓饵，请问这钓钩上面的钓饵是你觉得是鱼我要放那种鱼比较喜欢吃的，还是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当然是鱼嘛，因为我们要钓的是鱼，不是钓自己嘛。所以钓鱼这件事情是饵这件事情是要给鱼想吃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吃的。所以改编它原来一个它的简报的内容，其实创业真正的目的应该是我们创业者是不是能帮目标消费者
做决定。再次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城市、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你会觉得无法选择，因为不知道要选择什么，因为所有的伙伴说乱七八糟，毫无重点，让人家觉得很压迫感，不知道如何选，他有可能放弃选择。如果大家都没有讲，你非得打一通电话的时候，他可以放弃选择。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氛围，让大家觉得说我帮助你做选择，而且是很好的选择？好，所以品牌是要经得起考验的，品牌要有特色，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品牌、我们的招牌很鲜明。第二，什么叫做利益？也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帮助他们做选择。所以我们要创业的内容是帮助我们所谓的标的消费者，去帮助他们做选择，或者提供他们更好的服务。但是最重要来的，我们的品牌，我们相信在座所有的创业者，你们绝对不会希望我们今天创业的东西就三年五年就这样结束，一定是需要长久的经营，所以它需要时间的证明。如何证明我们的品牌是经得起考验？最近这个新闻非常盛行，对不对？食安的问题，为什么这样食安的问题造成我们最近在社会上、人心上很大的恐惧，甚至已经到了愤怒的地步？因为曾几何时，我们从小信任甚至到依赖的那个品牌，原来到现在你发现他并不是在做所谓正当合理的事情。这个品牌，我们以为他们成立实验室应该是帮我们去做检验，帮我们去做筛检，让我们得到很安全的环境，食用安全。可是可能因为一些我们为了要盈利，我们为了要赚钱，我们要养活什么样的其他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不是众人的原因，于是他们私心使用了不正当的材料。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诗人讲了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们可能会忘记你说了什么，人们可能忘记你做了什么，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感觉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在我们的讲座最后的结束前，大人哥想要分享一句话，最后一个礼物送给你们，就是努力很重要，但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创业的星光大道上其实是很孤寂的，你可能要坚持你的品质，你想要坚持你的技术，你想要坚持你的流程，但是你的同业可能跟你说，何必这么努力，何必那么辛苦，我们只要掺一点点东西，我们只要稍微的投机取巧一下，你也可以创造更高的利润，不是吗？你受到这样的冷嘲热讽，或者是你真的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也受挫了，你信心在动摇了，那样的过程当中，你的价值观、你的人格特质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各位想想初衷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创业？你是真的只会提高很高的收入，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你要成为当老板。很多上班族要成为老板，因为他觉得他的环境的那个老板不 OK， 然后一个老板不够诚信，他们的老板不够照顾员工。那我们创业者就要有一个心放在，永远放在心里面。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的老板，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我们市场上的一些企业的作为，那勉励各位所有的创业者，你要永远记得，当我们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当梦想实现的那一刻起，我们永远都不要成为那个我们现在讨厌的那个企业，讨厌的那个老板，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的品牌。所以很感谢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职涯力这个过程，希望最后一个这样的演讲、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能够点亮你们人生的新的方向，能够开创未来各位在创业的领域当中一个新的据点。我是张立人，也是你们熟悉的达人哥，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人哥用短短的30分钟跟一张名片的大小，帮我们介绍了怎么样去打造职涯力、打造个人品牌的黄金方程式。
在青创沙龙举办了这么多场以来，我相信就是会来参与青创沙龙的年轻创业者、年轻的朋友们，其实大家相信都是怀抱着理想，并且非常努力的每一天的踏实在往目标迈进。那青创沙龙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或者是在线上的朋友，非常热情的参与我们这段过程，让我们透过学习、分享和互动，能够让大家在创业的路上走得更远跟更稳。那我们也很谢谢来分享的所有讲师愿意把他们的简报跟知识的精华分享在网络上，各位接下来只需要在网络上搜寻青创沙龙或圆梦十二例，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布在网络上，让大家自由的取用跟分享。那今天也很谢谢大家来参加青创沙龙圆梦十二例的系列讲座，我们再见。双双肩，张开双手深呼吸，拍拍我的小孩拍拍脚，拍拍我的小孩拍拍脚，蹲蹲我的膝盖蹲一蹲，蹲蹲我的膝盖蹲一蹲，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张开双手深呼吸。济公活佛就是真，经济是群生照三千公正，无私可达天，活用真经转万事，佛法无边化大千，真经应运出灾消劫，除大道尊修身，化事立功八八圣迹，佛圣天真发慈悲，格格群生的光辉，东来紫气展，普渡三曹开庙玄英，身下凡师天然中土有缘分，既往开来万八春白阳，逢运道显存青红运，以迎阳光普照道德阳，万方显养运大同家家，佛光照灵山，如来净观招，无师指点路，一条千金外点，有未闻真经说因，有有缘名师会相求，开泰白羊运佛经说破朦胧云，善至于止离苦轮，二六十手艺武器朝元，一季飞莲花座上会丹池，尊着本罗汉丈六金身照世间，既人请示归依安清明善男女经文物，透末时宜首师点化脱苦之学，至中康定心成八经，奉佛名一切灾殃化作尘道，大为天大至尊至贵点灵台，应运开泰万象财，善智慧朗朗立身行道，内外公理正是明天下通古今，谁无错过物，但敢入善呵呵，成过后苦海陶氏农，急功古志心常念福德高和家平安，万事和经文虽浅近不可视为顶上云，奉清真经脱苦轮，心诚前拜诵消灾解厄离苦障，逢凶化吉定真强，朝夕诚心念心明神清，身不颠万病解灭，不缠念经心喉正虚邪除会是安宁，福禄甘源亨利真诵此活佛经福慧双增长，通此活佛经子孙得安康，诵念活佛经功名利禄的平，不诵的真经文永世化为吉，若为父母送父母得长寿，若为王化念亡灵的超生，若为亲有求病殃的安全，全家老幼同生念老又保安康，送念济公真经免灾又消难，送的济公真经觉悟第一仙真经广布十方界诸菩萨同赞誉。
曰济公活佛大慈悲为救九六众园林乐人生死生路真诚诵此经不听说经典功德无量福无边老幼康安寿延年向文功德回向给六亲眷属身体健康往生净土给他们离苦得乐请冤生债主和我们共修佛法发菩提心类是前世今世所结冤愿一一回向给我冤生债主家中有本真经可保平安不送此经奉上神桌却保尔除邪魔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慈悲做主时叩首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慈悲做主时叩首活佛恩师慈训论道求道所谓地府抽钉天榜挂名哈哈天空空名挂何处人心和天即天榜挂名也什么叫做一贯道一贯道就是时时刻刻都要一贯之你才能够融合在一贯道里面徜徉在一贯道的快乐之中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投入全心的投入日常生活就是道啊人与人之间就是道道就是自性就是你的自性佛道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是来佛堂才有道也不是到佛堂扫地才是道你在家里的一言一行都是道道就是这么自然这么平常所以每个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不论是大官或是老百姓都有权利来修道道就是路就是理时时刻刻凭着自己的良知良能来做事这就是道平常之中就有道只要你在任何时候任何事都做得彻底那你任何时候就都在行道了每个人都能尽忠职守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自然就有道所谓道法自然就不受法的约束道在日用寻常之中修道从日常生活做起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去做一切事情譬如做父母的要尽养育子女的责任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这就是道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山有道水也有道日常生活都有道蕴藏在其中在家里为人父做父亲应该做的事为人子做子女应该做的事这就是道不是在佛堂里才有道道本来就在自己身上只是原本不晓得所以来求知道处事有方圆堂方处圆活泼玲珑随机应变这样才会有准绳才会圆满有了方针才有目标如果困在茫茫沧海之中没有舵手目标将何处寻呢所以无理就寸步难行个理就是路理路明确才是道修道要通玄达变那
有固定在某一种方法上的，若只是固定在某一种方法上，那就不是道了。法无定法，能够适用事实，能够因时因地因人而用，这就是道。UFI. 给太子取名悉达多，意思是一切愿望都圆满。悉达多，你有何意见，皇后？我看
我觉得这名字好听，就给他取名悉达多吧。嗯，不过陛下，虽然我们大家很肯定太子会成为宇宙之王，但是，但是什么？太子最终会舍弃荣华富贵，而且必会出家修道。不可能，他是个尊贵的太子，怎么会舍弃这一切呢？简直太荒谬了。他会是一个伟大的国王。臣等已经预知，太子最终会选择出家，他会成为一位学者。嗯，姚成儒，你是最年轻也是最有智慧的，你倒说说看，太子什么时候会选择出家修道及成为一位学者呢？当他看到四种景象之后。四种景象？哪四种景象？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一具尸体和一位出家人。啊，大家听着，我下令从此以后不准让太子接近这些景象，还让你们确保这些景象不会在街上出现。悉达多将是迦毗罗卫国国王，这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